我是在附近广东财经大学读书的一个大二的滑手，然后呢，我的板龄其实有四年，但是我的技术呢，看不出是一个四年板龄的一个滑手。然后我会经常跟朋友啊来这个地方爬着大桥来滑板。这个地方一开始呢也是别人带的，就是学长告诉我说这里有一个板场，然后我就过来。然后第一次来的时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因为它是免费，然后政府投资纯公益的，我就觉得，哎，这样子的话，这种街头文化就可以得到传播，挺好的。作为滑手，我个人是很看好这个行为的。然后这个地方呢也很好，然后地面也是很干净的，这种每一个滑手都很有素质，来的时候带着很多东西来，走的时候带走，就不会留下垃圾。我的建议是可以多搞一些活动在这里，就是一些滑板的活动，一些比赛，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促进这些以这里为核心的一个滑手的一个交流的圈子，